我的前方100米的地方是宿迁最知名的步行街兴盛街，我准备啊去那边逛一下。我刚才啊在路边买了瓜子和板栗，这样我就可以边逛街边搞点干货吃下。往前走，给你们看这个步行街兴盛居，感觉是一个客栈或者是酒店，也有可能是民宿。童年小卖铺，这个小卖铺啊感觉有很多辣条卖，童年知名美食辣条。这是什么？风雅洋房样板间，卖房子。这是一个低价出售的黄包车，人力黄包车。关东煮还没有出摊，炸鸡店开门了。这里还是比较热闹的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前面有座塔，给你们拍这个塔。这里好像有演出，好像是这样的，很多人在这里看演出。厉害了，七福楼。